本所于十二日晚间20时30分许，接获民众报案，在本辖的文和一路某停车场内，有名男子躺卧在自小客车内。经员警获报后前往了解，经查是一名邱姓男子，疑似吸毒后精神萎靡，盘查答非所问，员警在车内发现包包，经同意搜查后，发现里面有数把刀械以及毒品咖啡包以及数包毒品，经员警现场逮捕询问后，依毒品防治危害条例以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经并追查后续是否有涉及不法情事以及溯源毒品来源，